白开水里边加三物，帮你清理上中下三焦的痰湿。这里说的痰并非只指一般概念当中的痰，而是指我们体内津液的异常积留，像肺、脾、肾都可以造成痰湿。当痰湿阻于上焦，会表现为咳痰、气喘、胸闷、憋胀，这就是肺经的痰湿。我们一般会用到苦杏仁，它入肺经、大肠经，可以帮你化痰止咳平喘，还可以润肠通便。那么当痰湿停于中焦，会表现为胃胀、胃满、两胁的胀痛、恶心呕吐、身子重、肚子大，这就是脾胃经的痰湿。这时我们一般会用到白豆蔻，它入肺、脾、胃三经，可以帮你化湿、行气、温中、止呕、开胃、消食。那么当痰湿停于下焦的时候，在肾与膀胱这块出现了腰沉腰重，如坐水中，就像在水里一样，腰沉腿沉，走不动路。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用到生薏仁，可以帮你利水除湿、健脾和中，把湿邪从下焦把它排走。三焦都有湿邪怎么办呢？可以将这三味药放在一起，先用凉水浸泡半个小时，再上火去煮20分钟就可以了，一天两次，可以帮你清除上中下三焦的痰湿。